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回到剧场。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停演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然后呢，真的是非常的想念所有的观众朋友。在这边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台湾的防疫团队以及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感谢你们的辛苦，让我们表演团队者可以安心的回到剧场里面继续做表演给大家看。所以我要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爱乐的好朋友。Hello， 各位观众，好久不见。是啊，疫情的关系，那我们看不到观众朋友，就觉得天哪。音乐就会消失了吗？在这段期间里面呢，我们自己呢还是非常的充实自己，每天还是不断的练习，就为了今天可以跟在场的各位朋友一起见面，而且呢有观众的演出，我们演出起来才觉得有温度。哦，这真的非常的重要，有观众演出才会有温度。所以呢，现在剧场呢慢慢的开始就是可以进场馆看表演了，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进场馆继续来支持我们大甲爱乐的演出，好不好？那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排练的画面吧，老师请。Non piangerai fanfaroni amoroso notte giorno intorno gel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riposoNarcisetto andocen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riposo Narcisetto andoceno d'amor 防疫人员这阵子辛苦了，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很辛苦，我们感谢我们的防疫人员，那各位艺术表演工作者也都辛苦了，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社交距离有限，想象力无限，剧场加油，大家重新出发，台湾加油！音乐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大家一起加油！防疫人员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台湾加油！演艺人员辛苦了，我们又回来了，谢谢大家，大家请加油！歌剧我们回来了，亲爱的观众，我们等你一起来见面咯！表演艺术加油！大甲爱乐需要您的支持，台湾需要我们的支持，表演艺术加油！